转告那庄稼草啊，虽然我没他那么有钱，但是真的假的我还是能分清楚的，让他别这么恶心人。这镯子是假的呀。哎呦，别找了，要不然就落车里，要不然落他们家了，明天问问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戴那个镯子呀？好长时间没看你戴了。没有比这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切！滚！太太，早餐准备好了，可以用了。嗯，何姐，我让你帮我找的那个东西，你找到了吗？我找了，楼上楼下、餐厅、花园，我都找了，连车里都找了，都没有发现你二姐的手镯。谢谢你啊，再多帮我找找吧。好的，嗯。向南，哎，二姐，买猫粮去了，喂猫去了。嗯。你上次丢那个手镯，我那小姑子江家巧她给找到了。太好了，找到了，我还以为丢了呢。怎么了？拿回去吧。转告那庄家巧啊，虽然我没他那么有钱，但是真的假的我还是能分清楚的，让他别这么恶心人。这镯子是假的呀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，太欺负人了，我必须找他说清楚。找不着就算了啊，那个这家巧性儿也不是特别好，自己也小心点。不行，你那镯子我想办法帮你找找，这事儿我也必须跟他说清楚。别为难，没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谁让你进来了？你怎么那么没礼貌？拿个假手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谁知道你姐的那个是不是真的呀？我二姐那个手镯是她结婚的时候我大姐送给她的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哼，那谁知道呀？我们家是没你们家有钱，但不至于连个手镯都买假的。我告诉你，江家巧，我尊重你，也麻烦你尊重一下我和我的家人。向南，能不能坦诚一点？啊，不就是想要我那只吗？说什么丢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当时全家人一直盯着我这个手腕，眼睛都要长到我手腕上嘞，这什么意思？那你那点心思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戳破。你明明就是看到我二姐戴了那个手镯，你非得去换一个跟她同一个系列的。你搞笑啊？她能戴我不能戴是吧？大家都不是傻子，你非得去戴一个满钻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就是为了在我们家人面前显摆你有钱？你至于这么恶心人吗？嗯，原来都看到了是吧？我以为你们没看到呢，那不正说明你们在意这个手镯吗？少给自己加戏，没人在乎你。手镯是假的，花瓶也是假的，有意思吗你？小姐，太太，婚礼策划来了。好的，何姐，你把它带到我卧室的那个露台吧。等一下，何姐，麻烦您把人带到书房吧，毕竟是我的婚礼，我亲自跟他们商量。啊，好。哎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人是我找的。